我妈妈不认为我会唱歌，因为我在家都乱喊乱叫。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知道你还要去上海去学东西啊？唱歌，对，但是是比完赛全部过后。跟谁学唱歌？胡彦斌的老师。啊哈。然后有一个机缘巧合，连到了线。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冬天，我在冬天唱歌还可以流满身汗，他就是一直叫你用丹田，然后你要丢出去，丢出去啊，好不好？声音要往上丢。他是说 hip voice 头的共鸣，共鸣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想象力，然后你要想你从地把那个气运到你的头上，这是一个想象力。